娱乐圈的模范夫妻。第一对张杰谢娜，最开始的时候并不被人看好，转眼间已经是五口之家了，生活得非常幸福。第二对黄磊孙俪，两个人在一起20多年，算是最有名气的模范夫妻了。第三对陆毅鲍蕾，从大学恋爱直到结婚，这么多年都没有任何绯闻。第四对吴京谢楠，拍摄电影时吴京把房子抵押，是谢楠在背后默默支持。第五对陈小春殷彩儿，玩世不恭的陈小春遇到了对的人，愿意为殷彩儿收起性子。第六对佟大为关悦，不论佟大为得意还是失意，关悦都默默地陪在他的身边。第七对邓超孙俪，邓超息影10个月只为照顾怀孕的妻子，家庭和睦，儿女双全，真是让人羡慕啊。第八对沙溢胡可，两人的爱情没有马拉松，认识1年就结婚，第2年就有了孩子，多年感情依旧那么好，你认为哪对夫妻最幸福呢？